他是1930年在法国有一个教授，他在下午不要请客在家里面，然后开始跟朋友们一起讨论各种社会议题这样子，然后结果就被台湾的一个很大的教授知道，然后觉得这个台湾很不错，然后就带到台湾来，然后就在3年前的台北就开始陆陆续续有哲学星期五这样的活动，然后结果就遍地开花这样子，就是在台南、高雄，然后云林、台中也有这样子，花莲也有，对。然后彰化准备要有。纽约。啊？纽约。有。哦，纽约也有啊。然后这个活动很特别，就是它不是一个，就是它是不收费，大家都可以免费来听那么多的演讲。它不收费，但是我们有那个。付款的箱子，对，就是我们所有的艺术经费，大概是因为演讲者他也是不收钱，但是演讲者他们有些人来自很遥远的地方，想要给他们车马费，所以大部分的艺术就是负担他们的车马费这样子。然后再来就是哲学星期五一个很大的特色是，他不是单方面接受演讲者跟你讲什么，他是双方以群众为主体的，所以。等一下就是要进行哲学星期五传统的自我介绍，然后就是每个人都有10秒钟可以介绍你的名字是什么，然后你为什么会来，什么东西吸引你，然后如果你们这里有代表哪个社会团体想要宣传自己，也是可以大概10秒再多一点点这样。好，你也要自我介绍。好，我是李农，对，我是李农，然后我目前要读政大传播系，对，然后我喜欢画画，是哲学星期五的志工。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台南的，我叫杰米，对，然后我这次是成龙，就是长龙的三创学生。然后就是来这边，然后对好伴就是做个了解，对对对。然后我对创三创这块还蛮有兴趣的，对。然后希望在这边可以得到更好的收获，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叫石桥，是台中人，然后我已经有加入哲舞之风这样。然后今天的主题，我觉得就是，其实我有点害怕动物，可是又觉得你这样好像。所以我就抱着一个矛盾的心情，就是坐在室内，就是觉得不想创业很麻烦，所以我蛮害怕这种就其实。大家好，我是陶少强，然后目前就读暨大的台中系。大家好，我是燕鹏，因为就读亚洲大学，然后因为今天听到是有爱兔的故事，因为我本身就喜欢兔子，所以才来这边听听。大家好，我是雪亮。哎，就这样吗？你还有10秒吗？10秒还没用。大家好，我是。哦，我们都是读那个朝阳的传媒系。为什么会来？因为我们就是打算，就是如果有机会，就可以希望每一个人都来。所以是第一次来这里。对，第一次来。看上个礼拜的机会。真的吗？拍水。这边。来，各位同学好，我叫做皮皮倩，本身是一位豆腐包公司，然后今天最主要的是要来支持如你。帮我们流浪动物兔子拍一些很可爱、很棒又优美的照片，把它们残暴的一面拍得很优美，提高认养几率。那目前我只希望大家多多认养代替购买，不管是兔子也好、狗狗也好、猫咪也好、小鸟也好、蜥蜴也好。好，谢谢各位。那个，请问一下，什么是动物沟通？动物沟通。应该是说动物沟通的老师，动物沟通是一个从我们一开始幼儿一出生就会有的能力，包含你跟爸爸妈妈之间在还没说话之前咿咿啊啊的一种心电感应，用听觉、视觉、感觉还有味觉去
感应小朋友是不是肚子饿了、拉肚子了什么的状况之下所形成的一种很天然的能力。然后我就是负责就是引带出这种能力，然后交给所有的人，不要忘记你原本婴儿就有的能力，然后把它唤醒起来，然后使用在帮助动物之间跟主人之间有良好的互动，然后产生正确的沟通。主人可以用心去聆听动物的声音，然后动物也会了解主人的意思，然后达到双赢的程度这样子。好，谢谢。好，不客气。大家好，我是赖维轩，然后觉得就是第一次听到那个流浪兔，觉得很新奇，就是然后就想要来听。那你是读什么学校的？为什么要 Q？ 对，同学就是比较惨的。那今年要读北大法律系。加油！各位好，我是那个社工的师公，我叫淑慧。然后我今天刚看了一篇文章，是关于那个兔肉，就是大家在讨论，就是那个兔子的肉是不是一个很好的那个动物性蛋白的这个文章。然后我看一看，我想一想，来听一下这一场的那个大家的那个观点又会是怎么样？这样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于晨，然后我今天是以一只比特兔的妈妈的身份来听这个演讲的，对。然后就是那只我家的兔子，它是长得跟比特兔是一模一样的，然后是我九年前领养的，对。然后之前就有听说有人在拍流浪兔的一个动作这样子，然后所以今天还蛮兴奋的。大家好，我叫丁柔欣，然后是重庆大学物种系毕业，然后我会来这边，就是因为我也养只兔子，然后想要来看这样子。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思芳，那我会来是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听到有流浪兔这件事情，就想要来了解看看。大家好，我叫刘款，然后我。从东海大学那个食品所毕业，现在等大学。那我会来也是因为我周遭的朋友他们有养兔子，所以会想来听看一下。周遭的朋友养兔子，但跟你有什么关系？因为对兔子有点好奇啊，因为我没有养过，就是我其他小动物有接触过，但是兔子我没有接触过，所以想来。了解一下，对。OK。OK。大家好，我是米妮，现在住台中，那也喜欢小动物，那觉得今天的主题什么为兔子发声，觉得很特别，所以就来这次看看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叫洪文珍，然后我今天其实是来当实习生的。哦，什么叫实习生？搞饭的吗？给我介绍一下。说来话长，就是我们就是来了解好饭的营运。对，我们是就是来体验一下营运是怎么，怎么讲，还有他们招职等等。再还是要介绍一下自己。嗨，大家好，我叫一之，我是朝阳大学育成中心的员工，然后就是一样也是来看一下好饭的营运方式，然后以及就是讲述了就是整个人常用的组织状况，对，大概是这样的。好，我说明清楚啊，大家好，我姓陈，河东陈，然后雍正，雍正皇帝的雍正。那我是朝阳大学创新人工主任，今天这一群人就是我们带来的。好，那实际上我们是这样，因为学校一年中心的时候，我们希望做学校第一个学校是把
走到校外去，然后在那里自主营运一个 co-space 方式。所以未来我们跟好伴就会做成联盟，所以今天是带他们来实习好伴的营运的模式，从早上到晚上一整天的活动，怎么样经营，怎么样去规划什么样的活动，然后怎么进行。然后所以我们今天是带他们实习来做一些工作的协助。那未来我们在台南的时候，当然也希望能够从事有关社会企业的活动或者是一些推广。啊，因为我们学校是教会学校，所以我们历程的部分当然还是有扶持一些传产或者是新创或轻创。其实我们更希望落实教会学校的概念，能够做社会参与，然后社会关怀，然后希望做社会实践的部分。所以我们来希望自己跟学校提出到外面腾出的空间，然后重新整理，变成一个共创空间。那我们观察从台北到台中到台南到高雄，有很多的 co-working space， 但我觉得好办跟我们的理念是最接近，形式也最接近，包含我们所处的地区都很像。好办在这边是在台中的中区，是过往繁荣，现在没落，希望再重聚再生。我们选的地方也是台南的中西区，是过往繁荣，可是现在没落，希望再回来的部分，所以有非常的相似点，那促成了我们来这边的原因。那我们来好办三次。然后上次也听了有爱做部分，所以今天另外一部分是来看他们现在执行的如何，然后发展的怎么样。那这都是我们很好的参考经验，谢谢。希望会有机会可以到台南。欢迎，非常欢迎。再介绍一下。大家好，我是静婷，然后我也是长荣大学的学生。那我是念媒体系的，我们是来这里实习的，所以我今天才第一次知道就是有流浪兔这件事，所以我觉得蛮酷的。我也是长荣大学的学生，然后我是念修管系，对，然后是育成中心的一个社团叫 Eureka 社团的社长，就是未来接任社长。Eureka 大家一定会问我说这是什么？对，其实 Eureka 的话就是一个创新的意思啦。他是阿基米德，就是他在发现那个原理的时候，他第一句话就说 Eureka， 对，就是有那种发现的感觉，对，那对不对？我叫吴双平。大家好，我叫何瑞文，那我是长荣大学育成中心的经理。那今天来是说，对有爱做这样子的一个，就是做公益又这样子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运营模式非常有兴趣。那希望说透过这样子的经验，可以让我们再思考要怎么样让这样子的效益再扩大。好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叶，然后我是长荣大学气管系的学生，我是 Eureka 社的前社长。对，因为我也是三创学生的学生，我们对于社会上一些问题都非常的重视，也非常的希望可以深入的了解。然后今天借由这个实习的机会，然后了解到说好办的整个运作的方式，然后还有希望可以运用在我们接下来学校的校外环境。谢谢大家。那个都是几万，没有，这是我们自己的梗，是吧？所以我只讲台湾爱几首诗要先安尼讲。我叫廖家琪，我是这个礼拜五的这个职工。但是今日阮另外一个一个少年妹妹在用，我是讲一下好多声。大家好，我是慧敏，我就是那个看笑脸妹妹的。举手是。啊，对，是的，还没十秒，可以吧？大家好，我是汉子，那我今天是想要来听一下那个今天的主题是流浪动物嘛，对吧？什么都不知道你也敢的？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结婚，我刚好看了。过一下自我介绍，自己要流浪主持人。大家好，我是飞鱼，然后这是我第三次来，我现在高二升学，然后因为家里之前有养过兔子，所以我对这块还蛮有兴趣的，所以就来了。谢谢。好伴也要自我介绍一下吗？因为刚才大家一直说要来观摩好伴。大家好，我是好办的实习店长，叫玉华。那么好办呢，是一个共同合作
跟就楼下会有一群就是独立工作者或是新创的团队，目前有 APP 设计团队在这里住。那我平常晚上的话或是假日会有一些活动，比如说就是折舞啊，然后焦点啊等等。那今天就是如意他是我们顾办计划团队的一个议员，那他自己之后会有一个就是文创品牌要建立，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他，谢谢。我那个一进来就发现要自我介绍，不要怀疑是自我介绍，只有十秒钟。自我介绍十秒钟吗？Hello， 我叫阿俊，对，然后因为我是楼上的进驻者，那我也看他看展看了一个礼拜，觉得他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用心。因为都自我介绍完了，那我是嘉佑，我是哲武的职工。然后，其实我对那个今天议题不太熟，所以我要工商服务一下。就是说，明天我们可以安排一个那个无聊的小旅程哦，就是下午四点的时候，在好办这个地方有一个台大新闻一论坛跟哲武合作的讲座。那欢迎大家可以上哲武的台中的那个，我们有那个讯息可以去填写报名表。如果来不及报名的没关系，你明天下午四点来到这个地方进来就可以了。好，那它的时间是四点，下午四点到晚上七点。那七点过后，七点过后我们就可以一起去逛逢甲夜市啊，不是、啊？逢甲夜市明天晚上它会有那个就是全面罢免连线，还有岛国前进，他们会在逢甲大学的正门口有摆摊联署的活动，然后欢迎大家可以一起来参与这样子。好，那。其他的事情到场再说。那好了，我们就差不多就是这样，赶快开始我们今天的活动。那我们先邀请我们今天的主持人，然后 Sophie 来开始我们今天晚上这个有爱听。